所以他们可以问问题了哈，举对手可以举手问问题，举手。时间到就可以举手问问题，对。你现在已经开始在 Google，已经开始在对，YouTube 在了是吧 YouTube 上面。？OK，好，所以现在可以举手问问题了哈。你现在已经开始在 Google，已经开始在YouTube 了是吧？好，那个，请问问题哈，你们举手，要问问题的话举手，我把你就是麦克打开。你们谁有问题吗？还没有到时间，可能都还没有 ready。他们倒是挺守时的，因为才6点开始，他现在还早几分钟，我们提早了几分钟。那你们其实我给你时间了，你们有问题可以问了吧？你们举手，我就可以请你麦克打开。没有人问。看一下那个，你们可以问问题了哈，大家可以问问题，要问问题的请举手。可以了，叫Astrid，请你打开，Astrid，Astrid，请你打开问。信号。老师好，你好，小新老师好，红海老师好。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个有关祷告的话题，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总是说要为自己的丈夫祷告，然后我就想知道，就是这个祷告我到底是一定要他们所说的这个祷告，就是说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段固定的一个就是说要留出一大块时间去。像他们说的走进内室去祷告，还是说我随时随地的祷告？我对这个有一点儿都可不以太。啊，祷告随时随地，你要留一段时间，那很好呀。但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没有说一定要固定什么。当然，你如果能够固定，但因为有的时候说是随时随地，可能忙一天下来就忘记了，所以为着不要忘记，你可以固定一个时间。但是这个不是硬性的要求，不是一个律法的规条。哦，我还真的就是也是，就像您说的一样，因为每天要上班嘛，我就是想起来就祷告，或者说有时候早上祷告，有时候就是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对，祷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想起来就祷告一下，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样做是好不好，还是说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个祷告，我就总觉得我这个祷告是不是还没有做到。我想着他们说的应该是有固定的时间，有整块的时间，不是碎片化的时间去做。然后我总觉得好像是不是很神圣，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做的太随便了。姊妹。圣经上对我们的要求是上帝看我们的心，是不是？上帝看我们的心呢？你的心跟我的心，同样的心，在上帝面前，根据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表现出来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英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是 Charles 什么东西，他的。Charles Wesley 的妈妈，她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人自己在家养了18个孩子。在她的情况下，她对她的，对，她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就跟你只有一个孩子、2个孩子的敬虔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可以抽出，有的人可以抽出大块的时间，但是对她来讲，她这么多孩子，她随时随地，但是她总记在心里，每天要为她的每个孩子祷告，她随时随地。把头上打个包袱，带一个毛巾，
然后就告诉他的孩子，现在是妈妈跟上帝说话的时间，上帝知道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是多么的殷勤，我把上帝放在首位，我怎么样祷告，只有上帝最清楚。我们不能给你一个公式，对，你自己最知道你是不是把你的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上帝，你自己 最知道你是不是把你最宝贵的精力和金钱献给上帝。我们是不知道的，坐在外表，两个人的外表可能做的是一模一样，但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心和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嗯，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律法的规条啊，你一定要在哪几点钟到几点钟，不是这样。对，只要你自己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也就是说你每天记着上帝，你每天把你最好的时间献给上帝。只是说如果你有些人他对他觉得他常常一忙乱一下就忘掉了，所以他就把一个时间专门固定下来说我就这个时间我就祷告，那也很好，你能做得到。就像我自对啊，我自己我每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必须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一忙我就会忘记。对，虽然我在白天总随时随地也记着祷告。对，所以有些人叫我祷告，我现在马上就得祷，我不祷告的话，对啊，我转头我就忘掉。对，每个人不一样。好，下一个问题。嗯，好的，了解了，谢谢您。就是还有顺便提一下这个祷告，他们说祷告有什么事的话，祷告是尽量自己祷告，不要求别人还是什么？他们有对有些说，如果你的祷告一定要有时候我可以拜托别人祷告，他们对这个有异议。这个是可以，就比如说我有什么事，我是尽量不要给别人祷，不要交托别人去祷告，自己去祷告吗？你有什么事首先你当然是可以。你首先要自己祷告， 你然后才可以请别再也请别人祷告。嗯，请别人祷告很正常的呀，那个圣经有教导啊，你请教会的牧长啊帮你祷告，一人的祷告的功效是很大的，这个有明确的讲的呀。所以但是你自己不能够说你自己不祷告，就是说你自己如果都不祷告了，那别人给你祷告，那对就因为祷告很大一个上帝做用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如果你自己不祷告，你让人家替你祷告，你怎么能改变被改变呢？对，你就是借着自己跟上帝的交流交通，借着圣经上帝在祷告中改变我们了。嗯，是不是？祷告绝大部分的祷告不是求上帝帮我们办事，我们一般的人的祷告都是求上帝替我们办事，这是错的。圣经上你看看，圣经上以色列的祷告很大一块是赞美上帝，是认罪悔改，这些你怎么可能让人家替你祷告？对，人家没办法替你认罪悔改。对啊，你自己要 感谢上帝，你自己要赞美上帝，你自己要认罪悔改，你自己要生命改变，这些谁能替你做？你必须要自己做呀。嗯嗯，好的，谢谢老师。 好的，明白了。好，下一个银，请你打开麦克。嗯，您请你打开麦，嗯，请讲。我有一个就是关于小孩的，我就有三个孩嘛，就是特别是老二，他就是喜欢生气，就像前天中午吧，就他每天先说一下，老大、老二、老三都是男孩，都是女孩，多大年纪？老大10岁是女孩，老二男孩是8岁。老三也是男孩，6岁。OK。然后前天老二在家，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老二家在中间，是不是你在他身上花的时间最少？他引起你们的注目最少？这个我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我感觉我对他关注还是挺多的，因为他生下来他就是他的手稍微有点毛病。然后他的腿也是稍微有点不太一致，但是我感觉不太一致。他自己意识到他有这些问题没有？知道啊，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怎么接纳他自己的这个问题？你怎么教导他？之前就在上幼儿园嘛，小朋友就会嘲笑他的手像鸡翅膀。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是这样说的。所以姊妹，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我想引导你思想。姊妹，你跟我们讲，你只是说你孩子的表面问题，表面现象。我们是在
帮助你，因为你的孩子，你是他的妈，你天天跟他住在一起，你都只看表面，我们跟你隔老远，也不知道你孩子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可能一看就看见他的心呢？我是教你怎么从你孩子的表面现象来看他的内心的问题。嗯，教你怎么去辅导你的孩子，教你怎么去辅导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要明白他平时他心里有什么结儿，他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真理引导他，引导他以后他有没有，他有没有符合圣经真理的回馈。嗯，你不能光一上来就说，哎呀，我的孩子他有情绪，他情绪表现，因为情绪只是他内心深处的问题的一个反射，是不是？他有啥他就不说，我也跟他说，每天也会，他就不爱说话。姊妹，我问你一下，你如果他有啥的话，你跟他说话是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跟他说，还是单独的一个人跟他说？一个人，一个人单独的跟他说。OK， 单独的一个人是你想说话的时候你跟他说，还是他想说话的时候你跟他说？就是我一看他，我跟他说话，有时候就是你像前天早上嘛，然后我让他把被子叠一下，我因为我正在读圣经，因为他也在读圣经，他把圣经读了之后他休息一会儿，然后他就去了，他去了他就是他说他叠不好，之前一直都是他叠，最近几天没叠，我说那他喊我好几遍嘛，我说你自己先试着叠一下，喊我之后我就让他爸，我说喊你爸爸帮忙一下，然后他爸去了，然后他就开始生气走开了，走开了，然后姊妹，我问你一下，你的孩子他叫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去看看他到底为什么叫你？我知道，他说他叠不好被子，我说你先试着叠不好被子，你能不能去看着他叠？比方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自己跟我说，你的孩子他不跟你说话。当他喊你他想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嗯嗯。因为你，我这就为什么我问你问题，我问你是你跟你的孩子说话的时候，是你想说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他不理你，还是他想说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他不理你？你发现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嗯，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是，就是我们要特别敏感，如果我发现我的孩子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应该在他心是开着愿意说话的时候我过去跟他说话，这样我想教导他的东西才能进得去，否则他不想说话，我想说话的时候我去跟他说，他就不一定听得进去了，是不是？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的孩子喊我过去的话，我就会过去，他说他不会跌被子，我就说那我看看你前两天怎么跌的，你要去看他，你不需要帮助他跌，因为你看你上去，他说你马上让他爸爸去帮助他爹，结果他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因为你既然说了他以前会爹，他现在说他不会爹了，那他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要去了解他到底，或者他想要这个时候他要你在他身边，他要你陪伴他，这个是最佳教育他的机会。对啊，所以当孩子他还小，当他喊你的时候，要是我是你，我在读圣经，我马上放下圣经，我先去看一下他到底在干啥，嗯，他有什么需求，嗯嗯，为什么？因为当他有需求的时候，这是他最佳的受教时刻。嗯，对，他请求你的时候是他你最可以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否则的话孩子你的孩子往上涨，你就会发现他受教的时刻越来越少。嗯，你要抓住他受教的时候，也就是当他呼求你的时候，那就是他受教的时候，你去，但你不需要替他做事，你那是那个时候是你可以跟他说话的时候，不要他喊你你不理他，然后等你喊他他也不理你，是不是？好，下面一个问题。嗯，下面那个雪莱是吧，请你打开麦。对，雪莱完了以后我们就看这个上面文字的问题。好，请你打开麦。雪龙对，嗯，老师我现在说话你能听见吗？可以。嗯，老师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呢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姐和我姐夫吵架，然后呢我姐就拼命的骂我姐夫，然后他们打的就是后来打仗了，孩子也参与进去了，后来警察都来了。他们多大年纪？嗯，他们都是成年人，孩子就是已经十五六岁了，但是我姐夫呢他发生这件事情过后，他们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发生好了，我姐夫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把我姐骂他的那些图片都截给我看，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我就说我看了，但是我没有说怎么不知道怎么向他们传福音，还有劝勉他，因为以前也传过福音，因为他们都忙着做生意，没时间去聚会，他们说。姊妹，你我请问你一下，你我们的公开课呀，我们群里面发的那些材料，你都跟着在学没有？我跟着在看，但是有时候我就是比如说，因为它比较量也比较大嘛，比如说有时候我今天不看，明天不看，它好像昨天发的就掩盖了，就得爬楼梯去找。对，因为它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群里反复在教导。教导的话，原则上你跟你的亲人传福音，如果他有受教的心，你就直接讲圣经真理。像你，你姐几乎他如果没有受教的心，他自己赚生意觉得日子过得很好，你就从后果来说。后果什么？就是你们这样打了以后，你们两个人像这样这个恶果以后，就帮他分析恶果，他分析恶果以后，然后再劝他信耶稣。这其实我们群里面是反复在讲，尤其是你看这个群里面其他的人的分享，他们的这些在最终各种各样的造成的恶果，其实都可以帮人家分析。总之就两点，受教的人直接传福音，不受教的人就从他们自己在地上的罪的恶果谈起。嗯，你自己心要清楚明白福音。我们有那个公开课福音争议，请你多看几个，然后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对，好，下一个小米手机。你先等一下，他这个上面那个有个人问的文字的问题，我说一下这个文字的问题，因为他早就说了，他说他公司有个同事年纪很大，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发邮件投诉我们这个部门。之前的一个同事被他投诉离职了，我带你。现在新人来做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失误，他发邮件投诉我，给我气的，我心里有点恨他，各种诅咒，想着不怕死后下地狱吗？年纪这么大了，我要怎么胜过这样的人啊？首先姊妹，你我不知道你是姊妹还是弟兄，你自己要好好的认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去诅咒他，上帝允许你的生活中出现一个这样的人，是教导你怎么智慧的去面对。因为你自己没有智慧的面对，所以你自己的苦读，你有苦读是怪你自己。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你不要都怪人家，因为这是上帝放在你生活中的第一哈。第二，我们生活中有这种很难缠的这种事儿的话，是一定要去面对去处理哈。讲几个例子，这个以后创世纪的时候我会讲。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以后有没有遇到纠纷？当然遇到纠纷了。遇到纠纷怎么办？他从来不逃避也不诅咒人家，他会去面对。比方说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首先发生了纠纷，纠纷要分地，他就说那我让一步，你先挑吧。也就是说他要去面对这个事儿，你要跟我分开咱们就分开，我让你先挑，但是我们不要挤在一起吵架。然后呢，以撒跟这个腓尼斯的人因为井的事儿，你看他们亚伯拉罕他们都因为井的事儿吵过架，而他跟当地的王吵架怎么办？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他整个家业的总代理，也就是他像我们现在的那个老总。以撒的时候他也是家业的总代理老总，所以老总找老总去谈话，谈清楚就行了。如果你的公司有这种人很简单，你找他的上司带几个见证人一起去把这个事儿沟通。先去沟通了再说，你先一般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不沟通背后死说坏话。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带着几个见证人，两个最好另外带两个或者一个见证人去沟通这件事，把证据都带上就行了。如果你说哎呀那个人他有后台，你管他有没有后台，你记住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他是私企的话，他有后台的人，他的老板也需要有人干活的。如果你是一个见证很好做事很好的很漂亮的人，你老板也需要你留在那儿，所以要先去沟通。好，下面一个问题，小米手机啊，请你讲。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弟兄，他与外邦女子犯了淫乱的罪，后来他真心的悔改了，在主内找了一个姊妹，他们的婚礼教会可以接纳，可以给他们举行吗？你要看到悔改是在什么
记住啊，我们一直是反复强调，你在多大的范围犯罪，你就要在多大的范围悔改。嗯，明白我的意思吗？比方说，如果你找一个外邦女子，你把人家弄得很惨，人家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或者打胎，或者人家以后再没有生育能力了，你造成非常大的恶果，你不能轻描淡写的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说我悔改了，你没有对人家有任何赔偿，你没有公开的向人家道歉，然后你就偷偷的就说让教会再给你举行婚礼，这个是不行的。就是你在多大的范围犯罪，你就必须在多大的范围悔改。嗯，悔改完了，当然教会是。特别如果有后果的话，对，有后果你要负后果的。如果有孩子，就是、对方有孩子，对啊，需要无养的。对啊，甚至对方因为对，嗯，没有什么后果，就是一个外偶尔一次。对我就是说了，就是在多大的范围犯罪，在多大的范围悔改了，教会当然是可以的，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嗯、是不是？嗯嗯嗯，好，下一个。嗯，谢谢老师。好，下一个小杨，请打。嗯，请打。老师你好，就是看了老师《创世纪公开课》婚前辅导，还有那个寻找配偶的九个原则，但是我现在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遇到一个弟兄，就是比较符合这个就是标准的，但是呢是我喜欢人家，然后对方是不知道的，然后其实我们就是除了主日聚会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交流，然后。就我跟一个姊妹说之后，然后她的意思说你可以直接跟她说不行的话就可以换别人嘛，然后但是我们基督徒姊妹好像是那个就说因为圣经说我们不要惊动爱情嘛，然后但是因为我喜欢人家，所以就会就是会比较想念对方，然后我们又不能太主动，所以就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状况，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这种姊妹、嗯、姊妹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对、嗯，首先你的说的那个不能惊动爱情是你解经错误 OK、嗯、你要去找你跟他俩共同的那个属灵长者，如果你们俩在一个教会有同样的牧师和传道，你就去问那个牧师和传道，你说你觉得我跟那个弟兄合适吗？嗯，你对那个弟兄了解吗？就找一个要了解你们俩的比较成熟的，不要去找另外一个女孩说 OK、嗯、要去找一个属灵的成熟的长者基督徒领袖，然后跟他问他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如果他说合适，那你能不能请你去跟他讲一下，嗯哼，不就行了吗？但是我是太特别害羞了，我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就是姊妹主特别那什么，特别你不需要姊妹你不需要跟全部的人去讲，你不需要跟全部人选一个，你找你他可以保守你，你信任他的长者，他一个人就好了，对，然后他觉得你们可以，你就请他去跟那个弟兄说一下，让那个底下弟兄观察一下你，看你就合不合适做他的结婚对象，嗯哼，就行了，就行了，对、啊、对对，基督徒来讲，你很少的人知道，你不是拿去对，到处去看了我那九个对找对象的原则，你会发现，不管是以撒的他们家为他找妻子，还是这个路德的婆婆为他找婆家，都是。直接了当的谈，这是谈婚姻大事。嗯，对，看见没有，都不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记住，不管你害羞不害羞，你记住，你信了耶稣，你的文化就要变成基督文化，把以前的那个文化扔掉。如果以前那个文化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话，嗯，好，有还有问题吗？没有。你去找你们教会的好好祷告，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长者，然后也认识他的，不要找另外一个女孩，哎，不能找跟你一样的小年轻，没有用啊，你一定要找那个哎有经验的长者，然后请他啊来给你也把把关，你觉得那个弟兄合适吗？你觉得他会愿意跟我交往吗？你可以委托他这个，对啊，如果你在我的教会你就可以找我了。对、因为教会的牧者都是男性嘛，那我这种事情我更希望跟女性说，那可不可以跟师母说？男性，我问你，男性可以跟师母说呀？你可以跟师母说。你们教会的传道结婚了吗？传道有一个是没有结婚的，剩下的结婚了。那你就找那个结了婚的嘛。对呀、啊，年长一点的。对呀、啊，你不要找那个没结婚的男传道，那就不合适了呀。那就不合适，对。一定要找结婚的，嗯哼，
对，师母，或者找他们一对夫妻，就跟他们，就找他牧师师母，我说请你们帮我忙。对，好，下一个恩典。老师好，我听周老师谈过，就是说亚当他们不是吃了上的树的果子，那个没有化学成分。我的问题是，他们吃了是那个罪就存在了，然后是还是那个没吃之前那个罪就存在？谢谢。我的公开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罪是什么？罪是从心开始，也就是当他们决定背叛上帝的时候，他就犯罪。那么没有吃之前，就是那个罪是不存在的。就是他正准备吃的时候，罪行没有发出来。他正准备吃的时候，他就犯罪了。他决定他要吃的时候就犯罪了。对，决定要吃的时候就犯罪。心思一念里头已经犯罪。好。那么那个撒旦，是他是也是犯罪堕落，然后那个罪，是不是就先存在了？罪没有进到，罪在罪在撒旦身上存在，但是罪在人身上不存在，没有关系啊。以前，对，就是这个罪，人当然他没有，就是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就犯罪了，他就犯罪了，这个罪，这个罪就开始了。对对，也就是我们说，就进到世界，就进到人，也就是说这个开始，然后从亚当上这个罪性就传承了我们这些人。对。是的，好，谢谢老师，好，感谢主。好，下一个黎明，请问，请打开麦。黎明，你就不需要问了吧？你不私下天天找我，你专在私下问我们，那问你，对，你私下问我们就行了，好不好？好，仰望，请你。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丈夫经常就是拦阻我去教会，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然后我也经常把家里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但是他时不时就会找一些理由，各种各样理由拦阻我去教会。还有就是他不愿去工作，都好几年了都不去工作，我也祷告了，我也用各种方法去鼓励他去工作，但他都不去。还有、就是、那谁养他呢？是我呀。你为什么要养他？我也不是养他，那基本的生活费用是我这边出嘛，但他那边他需要买什么就他自己出钱，因为他有那个房子出租，他还有一些那个收入，但是他就是整天在家不去工作，然后又拦住我去教会，然后我就觉得好累，我觉得而且还要整天哄着他一下就像小孩子一样闹闹那些脾气啊，总是让我去让着他哄着他。你跟你丈夫俩多大年纪？结婚多久了？结婚十年了。你是婚后信主还是婚前信主？婚后。他不信主是吧？他就这样拦着。对，他也不，他现在其实他相信有一个上帝，但他不愿读圣经。他只是听我说，然后有时候会跟我就是各种辩论啊，我说那你可以去看圣经，他也不看。反正就是就各种跟我就是挑毛病，然后拦住我去教会，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像你在教会做什么样的服侍？谈道组，就接待新人的服侍。然后他就拦住，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同工搭配，另外一个同工住院了，如果明天我不去就没有人做这个服侍了。但是他总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去拦阻我，不让我去教会。我问你一下姊妹，比另外一个同工住院了，然后你需要承担另外一个同工的事儿，你提前通知你的丈夫，还是您出门的时候告诉他？没有提前，那个同工之前就来过我们家吃饭，然后不，我问你，比方说你那个同工，你知道他有问题了，然后你要去顶替他的事儿，这不是说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就要开始出门，应该多半至少要提前几个小时知道吧？是不是？提前几天了，提前几天都、提前几天说了。对，你跟他说的时候，他怎么说？
他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一说，那我这个组织我是必须得去教会的。他说不行，你还有什么什么事，你得做，你不能去。对，这就是为什么你姊妹，你没有听懂我在说话。当你有什么事儿的话，一般来讲不是说就这一分钟你决定你要做什么事儿，你一般来讲你会提前几个小时知道，是不是？提前几个小时，既然你知道你的丈夫是这样一个情况，你事先跟他说，你就跟他说，我决定明天一定要去教会，你说我还有什么事儿，我现在马上做，我明天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去做，去教会。因为你都可以，因为你不是说那一瞬间知道，你是都可以提前安排的，你提前就要跟你的丈夫约定。嗯，是的，但是明天是有明天的一个早上一个事，我女儿有个事，其实我丈夫可以送我女儿去的，他那一定要我送，他就不让我走开。对，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是提前你就可以跟他约好，说我明天我必须要去教会，你能不能送我女儿去做什么事，如果他说不行必须要你送，那就行了，那明天女儿就不去那个事了，那就跟我一起去教会就行了。因为你只要提前安排是可以这样做的，你不是说是临时发挥，临时发挥就很容易情绪骚动，你提前就跟你丈夫说好，明天的时候你因为你我不是刚才问你了吗，你自己说你是提前就知道了，提前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明天女儿有个什么事儿，能不能请你去送她去，因为我明天必须去教会，如果你不能送她，那我就决定明天我们女儿那个事儿就不去了。嗯，就把她 cancel， 就把她取消了嘛。因为从这一点你也看见你真的是尊神为大呀，因为熊掌和鱼不可得兼的时候，你选择更好的，这就是体现在你的价值观上啊。嗯，这样你就不会被你的丈夫给困住啊。你女儿什么东西？明天去考试，很重要的考试，不能缺席的。所以他肯定不能请假说。对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你事先跟你的丈夫要有沟通。有沟通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丈夫能够象征挟持你？因为他知道你很看重那个考试不能缺席，那他就很容易挟持你。嗯，是不是？对。还有一个，其实你这对付巨婴丈夫跟对付巨婴孩子是一样，如果你什么都不怕，你不怕他挟持你，他就挟持不住你。正是因为你身上你给他东西让他挟持，他才能挟持。嗯，是不是？是啊，你自己说是不是？那关于他不去工作的事，我应该怎么去？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比方说，你事先跟你丈夫说：“亲爱的，我该做的事我都做了，明天我必须去教会，否则我在上帝面前良心不平安。明天。”这孩子的这个什么什么事儿，能不能请你去送？他说不行。你说那行，那不行也行，那咱们就不做这个事儿。你心平气和的就说出来就行了。嗯，对，你看见没有？嗯嗯，因为既然他不愿意送，你也可以不送嘛。但是你事先要说好。嗯，这样的话，另外对，你也跟孩子说好。那对，你要跟孩子要沟通。如果孩子你要看你孩子多大，如果他觉得这个很严重，他要去，那你也可以事先可能请谁？对呀。请其他人送啊之类的。有其他小孩子考试，这个时间他们的家长是不是可以代送？对，这个都可以知道安排。对，你知道我们家里如果我们有巨婴丈夫或者巨婴孩子想挟制我们，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会低头。嗯嗯，我们会被他缠住。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他缠得住你，那他也就算了。我跟你说实话。嗯，好的，谢谢。另外一个姊妹说什么啊？为了男主聚会或读经，不停的发号施令，让我做这做那，做呗，为着主的缘故做几件事，怕什么？而且还是为着家庭做，为自己的婚姻做，为什么你不做呀？对，就是比方说聚会或者读经，你事先都是可以跟你的丈夫说好，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需要聚会，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需要读经。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事儿，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就早早的把他做的事儿做完。对，这样的话事先有个约定啊。对，我们最忌讳临时发挥，临时发挥、临时反应的时候，你就会情绪，然后就会吵架。我发现我们普遍的问题，如果我们做妻子的稍微有点智慧，稍微有点计划，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的。因为你聚会你读经不是临时发生的，都是你早早就知道的，所以你可以提前计划。嗯嗯，好，下一个啊， OPPO K
7X， 请你打开麦克。你们进来最好改名字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叫你们，那都不是你的名字。好的，两位老师平安。对，两位老师平安。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呢一直在家教育，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呢并不支持我们这样在家教育，然后我们有没有共学的同伴，我和孩子都觉得特别的孤单。还有就是我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三观呢也不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和牧者在一起服事的整个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不一样，然后服侍起来也觉得不能同心，这是我现在所遇到最大的难处。你们，你们那个附近还有其他的教会吗？应该有，但是可能离我会有一些远，在别的区。OK，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三观跟你的牧者的差别太大。嗯，你也不可能影响他。对，那其实你可以换个教会。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呢，牧者又特别希望我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服事，可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服事的时候，三观确实无法改变他们，但是他们觉得我必须要顺服教会的一些他们的规章、他们的制度，还有就是包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是他们要选的诗歌，可能我想选择的就是选本诗歌带生命的诗歌，但他们就觉得啊，不要唱这样的诗歌，就是教会安排你做什么你就顺服，因为你委身在这间教会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神的心，对啊，他说的很对啊，如果你委身在那个教会你必须要顺服，这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觉得你跟他三观很不符合，你不认同他的，你就应该换个教会，你没有什么选择，姊妹，你选择留在那个教会你必须顺服，你就要顺服那个教会，你就要顺服，要么你就离开。对，你明白吗？那我顺服的很痛苦，那我只能离开。那你就离开，对，你就离开，你知道吗？嗯嗯，我不光跟你说，在我教会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不认同我们教会的理念，我并不是说他就一定是错的啊，他不认同我的理念，他也不愿意顺服的话，我会，目前还没有发生哈，我会私下告诉他，其实你可以离开，我一定不拦你，也不留你。嗯，明白吗？嗯嗯嗯，我明白了。对，好，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那个上课的时间了啊，好。等会儿啊，要花一点时间。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这是我们第二次和大家分享圣经价值观的课。这一次课信息量会比较大，可能听到结尾的时候，开头的很多内容大家都已经忘掉了。但是我还是珍惜每一次机会，跟大家尽可能多的来分享信息。因为在我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想到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趁着还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我总是希望尽可能多的给大家传递信息。大家记不住也没有关系，课后我们会把 PPT 文字稿、视频音频都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再回过头来重新的来回顾，慢慢的来消化。今天呢，我们会讲圣经价值观的第二讲，就是第三课和第四课，我们每一次会给大家讲两课，每一课的时间大约是半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一讲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个小时，尽可能多的来领受信息。好，我现在给大家分享屏幕。好，今天呢我们会讲圣经价值观的第二讲，就是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今天我们会讲这三个视角当中的两个，生命和处境。我们先来谈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当中的生命这个元素。
好，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次课我们分享的内容啊。我们上一次课谈到了圣经价值观的一个基础，就是上帝的主权啊。我们谈到了上帝主权的三个视角，就是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权威和上帝的同在。我们也根据价值观的定义和内涵，我们谈到了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的三个视角啊，要考虑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分别是处境、标准和生命。而上帝主权的这三个视角和价值判断的这三个视角啊，又有很奇妙的对应关系。上帝的掌管让我们想到，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啊，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那上帝的权威啊，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圣经里给我们制定的道德伦理的标准。上帝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经历到他。那这一次呢，我们会谈到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标准、处境和生命到底该如何的来考量。处境、标准和生命啊，那这三个视角可以成为我们思考很多人生问题的三个切入点。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姊妹，他遇到了人生难题，不知道该怎样去做选择，他来询问你啊，请求你的帮助，那么你该如何的来帮助他呢？你可以从这三个视角作为一个思路。首先来问他一个关于处境的问题，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帮助他来重新的认识自己的处境啊，你也借着这个问题了解他的处境。然后就着标准，你可以问他，那圣经里面的哪些教导可以应用在你的处境里，就是帮助他回到圣经里面来寻找答案。然后你也问他第三个问题，那你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呢？那这个就涉及到他个人的生命，他的生命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够来正确的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当然了，在现实当中啊，每一个人遇到的人生难题都很复杂啊，不可能问这三个问题就可以找到答案。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问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而这三个视角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思路。我们可以沿着这三个方面去进行认真的探讨啊，帮助弟兄姊妹，也帮助我们自己啊，解决人生的难题。另外，这三个视角啊，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需要我们整体的去考虑。我们不能够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而且当我们考虑其中一个因素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过渡到其他两个因素，因为这三个因素其实是关联在一起的啊，它不是独立分隔的。所以我们遇到人生问题的时候啊，需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啊，综合考量这三个因素啊，缺一不可。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谈啊生命。关于生命啊，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我们通常会用做一件事情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人生的价值啊，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比事情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啊。的确，我们做事情的成败是很重要的啊，尤其关系到神的国度里面的这些侍奉啊，它的果效的确有价值，但是不要因为做事情而忽略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17到20节啊，有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到主耶稣这里来啊，跟主耶稣汇报他们传道的果效，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很显然，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这个工作的效果非常好，所以他们很高兴，我想他们应该很有成就感。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主耶稣给提醒他们有一个更值得他们欢喜的理由，那还不是他们赶鬼的这个工作有果效，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录在了天上。名字记录在天上，
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他的生命得到了拯救，他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了神的儿女，他这个人被父神接纳了。哇，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生命的救恩。也就是说，有一件比我们做工的果效更值得我们欢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就是我们的生命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被父神所接纳。这一个救恩的事情甚至要比我们做多少的事情，做事情的成果是好是坏，都要值得我们欢欣鼓舞。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不要忽略了个人的生命。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7节，保罗也这样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并不会轻视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保罗在积极传福音的同时，他没有忽略个人的生命。他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以至于自己没有反被弃绝。所以保罗是很重视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他也很重视他个人的生命。在我们建立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生命的价值。当然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我们谈到的是属灵的生命。那么具体来说，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考虑我们的生命呢？三个方面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的品格，还有一个我们做事情的动机，还有一个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责任，就是主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关于品格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应许，说我们可以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接下来就谈到了很多生命中美好的品格包括殷勤信心德行知识节制敬虔爱心等等。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就鼓励我们要更加的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也就是说，主耶稣不仅让我们得生命，还愿意让我们得的更丰盛。而这种丰盛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着生命的品格来彰显出来的。你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需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而圣灵结出的果子那几样表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这些都是一些美好的品格。所以在神整个的救恩计划当中，我们生命的品格是很重要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有一件事情做失败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功课，让我们的生命品格得以操练，那么那一件失败的经历就没有被浪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都有瑕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被神使用，神来借着我们成就事情，那是神的作为，神使用人来做事情，但神更用事情来改变人，因为神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我们借着美好的品格来彰显他的荣耀。我跟弟兄姊妹一样我也是新生命热线的忠实听众我也经常听新生命热线的公开课。当然我因为时间的原因我都是听这个回放。我尤其喜欢听小新老师回答大家的问题。我能从中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我记得有一次小新老师回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家长怎么看待小孩子学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可以体现我们的价值观。看，做家长的我们都希望孩子的学习成绩好。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特别的聪明，智商很高，他学习不努力，学习也不认真，也没有耐心，也没有毅力，
但是因为智商高，啊，他稍微看一点书，他就可以考很好的成绩。我想很多父母对这样的孩子不仅不会担心，反而还觉得很自豪。你看我儿子多聪明，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学习成绩这么好。相反，如果你的孩子学习很努力，啊，很殷勤，很有忍耐，很有毅力，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的学习，可是学习成绩一般般，啊，跟前面第一种情况的那个孩子比起来，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不够聪明？可能都觉得很遗憾。如果这样想的话，就证明我们的价值观错了，说明我们还认为学习成绩的价值要超过生命品格的价值，哎，这就错了。其实更有价值的是这个孩子的品格。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想，如果你的孩子学习的时候很自觉、很认真、很努力、很有毅力，他表现出这种美好的品格，即使他的学习成绩一般般，你都应该感到欣慰，感谢神给你的孩子这么好的品格。相反，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这种美好的品格，学习也不认真，也没有毅力，啊，也不努力，啊，可是随便看看书就学习成绩就很好，你反而要更为你的孩子担心了，因为他缺乏的是品格，而因为他学习成绩太好，他没有这种品格，好像不影响他的学习成绩，所以他可能一直会认识不到他品格的缺陷会对他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我们要看重生命的品格，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再来谈一下动机，因为神呢，不仅看我们的行为，也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动机是不是正确，就跟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圣经一样的重要。因为神也查验我们的心。我们来看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都跟饮食有关系。我给大家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大家来留意观察，在这几节经文里提到了哪几种做事情该有的动机，啊，大家来寻找这里面包含的动机。啊，罗马书第14章15到16节说：“你们啊，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罗马书14章21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罗马书14章23节：“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大家有没有找到这几节经文里包含了哪几种动机呢？啊，很显然，这里包含了一个动机，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信心。啊，罗马书14章23节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做事情的一个动机，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要出于信心，对神的信心。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这个饮食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他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他能够相信说这个食物是出于神的创造，啊，神创造这些的食物是为了让我们享用，所以我们凭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啊，带着对神的这种创造的信心和对他的感恩来领用这个食物，啊，这是一个动机啊，信心的动机。还有一个动机是什么呢？是爱的动机，爱心的动机，啊，要本着爱弟兄的缘故啊，不要因为你吃食物让你的弟兄在信心上跌倒，也就是要有一个爱人的动机。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目的，那个目的是要为了荣耀神而行。啊，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一个目标啊，或者一个目的，是为了让神得着荣耀。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谈到了这三种动机，啊，信心、爱心和目的。做事情的时候的那个出发点，啊，包含了信心和爱心，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基于对神对人的爱心而驱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而我们期待达到的目的是让神能够得荣耀。啊，这是正确的动机所包含的几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啊，真正的神所喜悦的善行啊，不仅要有正确的行为，还需要有正确的动机，让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目的都能够跟神连接在一起。那么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16章论善行的这一章啊，就对于很多的圣经的经文进行了一个总结啊，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善行啊。我对那一段的表述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善啊，真正的善包含了这几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和对神对人的爱心的这种出发点来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的目的是要让神得荣耀，而在这个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方法、采用的途径或者采用的手段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啊，需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才能够是真正蒙神喜悦的善行。当然这里所说的善，就像我们在第一堂课里所谈的啊，衡量善的标准是依据神他自己的性情，神所喜悦的那个事，那才是真正的善。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善，就是指那种讨神喜悦的事情。要讨神喜悦，不仅要有正确的方法，还要有正确的动机，包括我们的信心、爱心，还有我们的目的，都要指向神。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要进行一些人生选择，做一些价值判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考量，来检验一下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方法是不是符合圣经，也要检验一下我们的动机，查验一下我们是否是出于信心和爱心而做，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啊？如果不是的话，就归正我们的动机啊，调整我们的方法，好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能够真正的讨神喜悦。那怎么应用这几个原则呢？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基督徒夫妻结婚以后想要孩子，那怎么样去考虑要孩子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检验一下你的动机，从信心的层面来说，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是否相信神掌管我们的生育？我是否相信即使我们不能够生孩子，神也是全能的，也是良善的？那么比较理性的成熟的基督徒啊，在这个问题上都会过关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从爱心的层面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是否爱神超过了爱一个孩子？再换一种说法，就是我渴望得到一个孩子的这种愿望，是否导致我会因为如果不能有孩子而会抱怨神？那这一关啊，可能很多基督徒就不容易过，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欲望。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挣扎，那也是人之常情，也可以理解。那我们就认真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调整自己的动机，来做两种的思想准备。第一种思想准备，如果最终我没有孩子，那我仍然可以因着神的爱和爱神的心而感到满足。第二种思想准备，如果如愿以偿很顺利的有了孩子，那么就让我不要因为有了孩子而削弱了对神的爱。所以在爱的层面要检验自己的动机。然后第三个，就是回到目的的这个层面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让我的人生更圆满吗？当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那个标准答案啊，是为了荣耀神。那如果这是我们的答案的话，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才能够借着一个孩子来荣耀神？如果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得荣耀。那就不只是说如何生一个孩子的事情，而是如何养一个孩子的事情。如果真的是为了荣耀神而要生一个孩子，那么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夫妻二人就要认真而严肃地来思考如何教养这个孩子是最好的培养敬虔后代的方式。那么一旦妻子怀了孕，在夫妻二人享受了短暂的喜乐之后，要立即感受到一种迫切感，一种危机感，一种责任感，赶快去预备自己做合神心意的父母，如何在未来打一场灵魂争夺战，为孩子的救恩来采用正确的方式来教导他。那么接下来就要考虑要孩子的方式的问题。那么按照神创造的时候所设计的方法，要生孩子当然是借着夫妻结婚的方式来生子，这是自然的方式。那如果夫妻结婚以后很多年不能够生孩子，那接下来很多夫妻就会面临一个选择，就考虑到可不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试管婴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研究一下试管婴儿的这个技术是否符合圣经原则。就我有限的了解，很多地方的做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操作过程中，都会制造不止一个的这个受精卵，而只把那个质量好的受精卵植入母体。技术人员认为质量不好的那个受精卵会被杀死，或者有的是把它冷冻起来。我坚信生命是从受精卵一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的，所以上述这一种技术的操作，杀死受精卵就等于堕胎，那这就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有一些人选择把那个不植入母体的受精卵冷冻起来，所以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被冷冻的这个受精卵，就是在试管婴儿的操作过程中来产生的。那就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伦理学上的问题。我也是不支持冷冻起来的，因为你一旦把它冷冻起来，未来要冷冻多久呢？到最后这些被冷冻的受精卵会是什么命运呢？所以有人问我是不是支持这个试管婴儿。如果单从这个技术操作的层面来说，如果不考虑动机，只考虑这个技术操作，那么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情况我可以接受，那就是只制作一个受精卵，不管它的质量如何都植入母体，夫妻二人要愿意接受。或者你要制作两个受精卵，就两个都要植入母体，因为要考虑到技术成本等很多因素，我不知道现实中是否可以实现这种要求。可能在现实当中，或许这样的操作并不容易实现。那么不采用试管婴儿的方式，是不是夫妻二人可以接受没有孩子？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是荣耀神，那么荣耀神的途径可以有很多。如果神不赐给我孩子，我就不以生养儿女的方式荣耀神，我同样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荣耀神。我愿不愿意接受另外一种荣耀神的方式？当然对于实际有这样经历的弟兄姊妹来说，我知道这样的一种建议对他们来说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因为他们确实想要孩子，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管我们的感受如何，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彻底的降服。也许当我们真的降服了以后，神可能很奇妙的方式给了你一个孩子，或许还像以前一样一直没有孩子。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降服了，我们愿意顺服神对我们生命的引导和安排。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过去没有信主，或者是不了解这些圣经原则，或者对试管婴儿的实际操作没有做充分的研究，做过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决定，比如说堕胎呀，或者是采用试管婴儿导致额外的受精卵被杀害，
等等。那弟兄姊妹，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也不要长久地陷入罪疚感当中，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父神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赎罪的果效啊，我们可以继续的与神同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立志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啊，我们仍然活在父神的接纳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采用了试管婴儿的方法，现在如果还有受精卵被冷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可以考虑尽快的啊，让冷冻的受精卵，让这个生命能够有来到世界里啊存活的机会。如果夫妻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没有办法再孕育这个受精卵，也可以考虑把它送给有生育年龄的夫妇。总而言之，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生命。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要考虑到人生的责任啊，神托付给我们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责任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要管理，神的国度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啊，神不是使用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而是让不同的人来承担不同的责任啊，分工合作，在教会里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做所有的事情啊，如果有好几件事情都很有价值，同样摆在你面前让你选择，你不可能什么都选，那么你只能根据神托付给你的责任选择其中的一个，或者在你的这个责任完成好的前提下再兼顾另外一个。比如说一个神学家和一个在宣教工厂的一个宣教士啊，他们两个人做的事情都很有价值，但是因着主给他们人生的托付不一样，所以他们会选择做不同的事情啊。关于责任这个部分啊，我想有几个原则我们需要把握一下。首先，在通常情况下啊，我们基督徒应该忠实的来履行自己人生的责任。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应该尽到母亲的责任；是一个丈夫或者父亲，要尽好自己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啊。有一些人同时肩负好几个责任。通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忠实于履行自己人生的责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啊，可能有一些人他们需要舍弃一些责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需要为信仰付代价，要割舍掉人生当中的某些责任。比如说在穆斯林国家，一个穆斯林如果放弃了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他要背负很沉重的代价，他很有可能被家人逐出家门。那如果是一个母亲，他会因此而无法承担做母亲的责任，但事实上那不是他主动的选择不去承担母亲的责任，而是因为他的家人强行的剥夺了他的责任。但是他为了选择跟随基督，他愿意付这样的代价。这就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需要舍弃一些的责任去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呢，不要制造借口来逃避我们当尽的责任。是的，跟随主需要付代价，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跟随主所付的代价就是在我们的家庭或者职场上所付的代价啊。我几年前我自己也经历这样的挣扎，我自己呢其实很喜欢，我喜欢待在教会而胜过我待在家里。为什么呢？因为待在教会我觉得很享受啊，有聚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啊，我觉得很美好。那平时呢，没有聚会的时候，我一个人待在教会，我可以安静的读圣经、读书、预备讲道，没有人来烦我啊，我很享受那一种时光。但是当我一回到家，我就要面对孩子的吵吵闹闹，还要跟妻子
解决家里面很多柴米油盐的这些琐事。我更喜欢离开家到教会去，而且当我去教会的时候，我还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说我是去教会服侍主啊，做神国度的事情。你看到了没有？我是在给自己逃避家庭的责任去找一个借口。所以我曾经啊，就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挣扎。后来我发现，要彰显神的荣耀，不只是在教会里啊，更多的时候需要我在家里面彰显神的荣耀，更多的时候需要借着我在厨房里，在锅碗瓢盆中表现出的那种感恩，经历的那种喜乐，来彰显神的荣耀，需要在面对孩子吵吵闹闹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忍耐，和对孩子做出及时而又符合圣经的管教，来履行这个父亲的责任，来体现出对神的顺服。要在这种人间烟火的这种生活琐事中去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经历神，彰显神的荣耀，都不只是在教堂里的事情，也不只是在传福音的合场里的事情，在家里面也可以更真实的去经历。在面对孩子问题的时候，在面对夫妻争吵的时候，要破碎那种自我中心的性情，来祈求神赐给我忍耐，赐给我爱，赐给我智慧，等等等等。所以后来我就认识到，说我不能够用在教会里的服侍当做我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但是有些时候呢，人们也可能会落入到另外一种相反的错误，那就是用家庭责任作为借口拒绝跟随主，拒绝服侍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啊，主耶稣就呼召两个人说，来跟从我。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另外一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人。你看这两个人，他们提出的理由都是家庭责任。不是说承担家庭责任是错的，而是说这两个人其实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动机是出了问题的。所以主耶稣就指出他们真实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动机的问题，说第一个人告诉第一个人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主耶稣暗示他，只有神国的福音可以叫人出死入生，带给人真正的生命，他的生死观需要被福音的真理来更新改变，所以他的信仰还需要重新的建立，他的信心需要真正的被归正。那么第二个人呢，主耶稣说他手扶着犁翼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说明这个人还在眷恋世界，眷恋世界上的亲情超过对耶稣的爱和忠诚，所以他的动机是有问题的。而家庭责任只是他们用来掩盖错误动机的一个借口。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动机的这个因素上来。所以我们要凡事查验啊，让我们的动机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第四个原则就是说，一旦你做了一个选择，就要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有些时候啊，很多事情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选，要认真的去思考，要计算好代价，不选择已，一旦选择就要为我们的选择来承担责任。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考虑到你的属灵恩赐，考虑到主给你已经有的托付的责任是什么，等等等等。但是一旦选择了，就要为选择承担责任。在教会历史上，弟兄会的一个属灵前辈达尔比，他曾经跟一个姊妹就关系非常的好，也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地步。达尔比呢，他就面临到这样一个人生选择，在侍奉和婚姻之间到底要选择什么。达尔比很清楚，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四处奔走去传道，所以他要忠实于神给他的托付，他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照顾好妻子。当然他也不想亏待这位姊妹，所以他最后的决定就是说不跟这个姊妹结婚。后来达尔比就一生没有结婚啊，独身到老啊，忠实于神给他的那份责任啊。当然了，这个姊妹也很难过啊，据说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啊，叫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啊，很美的一首诗歌啊。好，这是我们今天谈到啊关于生命的几个部分。我们要重视品格是很有价值的，要省察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动机错了的话，要及时的归正我们的动机。还有就是我们要承担自己该有的责任。好，我们来继续谈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当中的另外一个，就是处境。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啊都很复杂，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人的处境啊分析的面面俱到，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啊来谈促成我们人生处境的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从宏观的角度来谈，有三个因素塑造了我们人生的处境：上帝、世界和灵界。那首先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主权超越世界，超越灵界啊。虽然世界上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自然现象会影响我们的处境，灵界里面也有这些魔鬼的计谋啊，试探会影响我们的处境，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主权超越这一切。上帝拥有最高的主权，如果上帝不允许，魔鬼也不能够来搅扰我们。如果上帝不允许，世界上的灾难啊也不会临到我们。所以首先我们要牢记上帝掌管一切，而且我们还需要相信上帝的心意总是美善的啊，不管我们的处境是好是坏，上帝的心意总是美好的。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信心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借用诗篇当中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带领下经历水火进入丰富之地。也许你现在的处境很艰难，像水火一般的艰难，但是要相信在前面上帝给你预备了丰富之地。放下我们心里的怀疑绝望和忧虑，来跟随上帝的带领，经历上帝美善的旨意。关于灵界啊，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有灵界的存在啊，灵界是真实的，灵界里面的确有恶势力的存在啊。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邪灵有些时候会搅扰我们啊，魔鬼有些时候会试探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过度的放大邪灵的势力，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更有能力。面对灵界的搅扰，我们需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有些时候甚至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不仅祷告，也要多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意念，不给魔鬼留地步。或者请弟兄姊妹一起为你来祷告。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是有这个信心可以去胜过灵界里面的这些邪灵的搅扰。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谈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动不动就把责任都推卸给魔鬼，而忽略了自我省察和自己认罪悔改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神负责，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都要向神交账的。只有我们不断的来认罪悔改，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被改变，更好的去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凡事都把责任推卸给魔鬼的话，你知道谁最高兴吗？魔鬼最高兴，因为魔鬼巴不得所有的基督徒都把你们犯罪的责任推卸给魔鬼。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基督徒啊，永远都不知道认罪悔改，生命永远没有长进，那么魔鬼的计谋就得逞了。所以我们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要经常的省察，
只要我们的动机行为在神的面前无可指责，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我们要先关注我们和神之间要处理好关系，不要太关注魔鬼和我们的关系。只要我们处理好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就不需要惧怕魔鬼。有些基督徒有些时候太注重魔鬼和他的关系，甚至都超过了神和他的关系。这是关于灵界的几点跟大家分享的。关于世界，那世界就更复杂了。有太多这个世界里面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处境。自然环境，你周围的人、文化、社会制度、媒体等等都会影响我们的处境。那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讲得太具体太详细。我们也仍然只能够从宏观的角度谈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世界是被罪所污染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罪性，每一个人也会做出罪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人间天堂，也不可能成为人间天堂。因为总是会有很多的人来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样一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别人的罪所伤害。所以我们对别人也不要有太完美的期待，因为你要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别人的罪伤害。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纯粹就是一个受害者。比如说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他也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突然间来一个抢劫犯把他的钱包给抢走，甚至伤害了他。那这种特殊的情况是存在的。甚至在现实中还有比这种情况更加极端的一些的例子。所以在某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一些人纯粹就是一个罪的受害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罪的受害者就需要学习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防范再一次被罪伤害，并且在基督里来接受心灵的医治，让神的爱来安慰我们受伤的情感。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的课我们再会从新约圣经从救恩的角度来谈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谈的是，虽然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会被罪所伤害，会成为一个罪的受害者，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会犯罪伤害别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是纯粹的受害者，我们也是肇事者。是的，别人犯罪会伤害我们，但我们也会犯罪伤害别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也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自己也是我们人生处境当中的一分子。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人生选择也是造成我们今天陷入这个处境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不要把责任全都推卸给别人。不要说这个错误都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都是因为社会等等其他外在的原因。所以不要有一种受害者心态，要避免这一种受害者心态。除了我前面谈到的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情况之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避免受害者心态。假如说有一个丈夫经常对妻子发脾气，让妻子很受伤。发脾气完了以后，冷静下来的时候就给妻子道歉，哎呀，真对不起，我也不想伤害你。但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因为我以前父母经常吵架，所以我也像我爸爸一样，动不动就发脾气，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真的很对不起。你知道这样的一种讲述这就表达了一种受害者的心态。那这一种受害者心态不能够帮助一个基督徒生命被彻底的改变，反而让人把自己的罪给合理化，把自己的责任给推脱掉。我们不否认一个人过去的经历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但是我们仍然要对自己现在的行为要负责，不能把责任都丢给我们的父母或者丢给我们的过去人生的经历。因为根本的问题不是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罪。所以要面对这个事实，敢于面对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来在基督里经历赦罪之恩，
在圣灵里经历重生，啊，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我想我们基督徒都不会否认这个世界里充满了罪恶，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另外一样普遍存在而且特别有危害的东西，那就是谎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我这里说的谎言啊，不是指日常生活中撒谎的那种谎言啊，比如说我今天吃的什么菜，我吃的土豆，我告诉你说我吃的白菜啊，不是指这种谎言。我这里说的谎言是指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一些违背圣经的思想、学说、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等等，比如说进化论、无神论所塑造的那种世界观，用金钱和权力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这种错误的价值观，想要用人的办法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的那种乌托邦的愿景，这种人本主义的理想等等。这些谎言你听起来好像觉得很抽象，但事实上这些谎言正塑造着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也在引领着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也塑造了很多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避免地受到这些谎言的影响，这些谎言塑造了很多人的信念，导致很多人盲目地随波逐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些谎言。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就是说谎者，在这个世界里制造很多违背圣经真理的谎言来掳掠人心，让人很自觉的、自愿的去违背上帝的旨意，与上帝为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以前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经常想到的就是魔鬼制造各种的试探赌博、色情等等的这种试探诱惑来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后来我想到魔鬼更常用的一种手段还不是用这种方式，魔鬼更常用的手段是用这种被大众化的一种错误的社会的思潮和理论，就是这些谎言来掳掠人心。魔鬼经常使用的方法还不是用邪灵来附身的方式来折磨一个人，魔鬼更常用的手段是用谎言来迷惑人心，用这种违背圣经真理的思想学说去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的话人就甘心乐意地走向地狱的道路。同时他们还不会觉得自己走的道路是错的，他们觉得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所以圣经里才会有一句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是通往死亡之路。因为人们把谎言当成了真理，把真理当成了谎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箴言14章15节就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是话都信为什么是一种愚蒙呢？因为是话都信就意味着这个人他没有认清这个世界里充满谎言，没有认识这个真相，所以他就会缺乏分辨， 缺乏警觉。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满天飞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能够用圣经塑造整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一定会难以避免地被这个世界的谎言所欺骗。有一个电视剧叫《切尔诺贝利》，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说，谎言的代价是什么？不是我们错把谎言当成真相，真正的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听信了太多谎言，就会失去辨别真相的能力。谎言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愚弄，谎言的更大危害在于它会抹杀人的辨别能力。谎言之所以是罪恶的，还不只是因为它让我们对真相无知，更重要的危害是在于它会让人在道德是非的判断上会站在罪恶的一边。所以谎言的结果不只是让人无知，
而是让人犯罪作恶。谎言，它不只是对事实的陈述和判断出了错，它最终会导致在道德上的犯罪，它会导致价值观的错误和混乱。纳粹德国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葛佩尔，当年就给德国民众借着教育，借着媒体宣传各种各样的谎言，结果就是很多德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带着正义感带着一种高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的价值观错乱了？是什么说服了他们的良心，让他们带着高尚的情操去犯罪作恶？是谎言。当然，他们自己里面的罪是一个内在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处境里面，谎言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危害。今天我们也生活在谎言满天飞的世界，这是每一个人的处境。所以我的家里没有电视，有些时候我会通过网络的渠道了解到电视的主流媒体里面正在宣传的一些虚假报道。那我就会得着机会把这些电视媒体里面的这些虚假宣传当做反面教材讲给我的孩子听，让我的孩子从小对这个世界主流的声音心存戒备，心存质疑。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对圣经笃信不疑，但是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基督徒的下一代的孩子这个信仰的流失率非常非常的高。很多孩子从小周末的时候跟着家长去教会，但是长大以后不信圣经，不去教会，不再相信耶稣。那么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不相信圣经，当然他们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违背圣经的谎言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不是被这个圣经所塑造的，而是被世俗的思潮所塑造的。为什么？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忽略了教导孩子怀疑世界里面的声音。我们没有下意识地培养孩子批判世俗文化的意识和能力。所以孩子当然就会相信媒体和学校的宣传，到最后怀疑圣经。我们当然需要让孩子相信圣经，但是我们还需要让孩子怀疑世界。很多家长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勇气让孩子怀疑世界。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有这个勇气让孩子怀疑世界，要有这个勇气让孩子怀疑世界。因为如果你的孩子不怀疑这个世界，他长大以后会很自然的就效法世界，最后就会贪爱世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应该认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谎言，重视这个现实。所以我去年花了大概五个月的时间跟大家讲那个圣经世界观的课，就从圣经的角度分辨这个世界主流文化的很多思想观念为什么是错的，错在哪里。所以我们家长要先能够认清这个世界的谎言，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怀疑这个世界，怀疑世界的谎言，能够分辨这个世界的谎言。当然我刚才说我们需要怀疑世界这种说法还不是很严谨更严谨的来说应该是说要怀疑这个世界里面的世俗文化世界跟世俗还不能完全画上等号我们说的要怀疑世俗的文化是指怀疑那些违背圣经真理的错谬的文化思潮是这个意思世界跟世俗还不能完全画上等号。正好我这个周末会给一个教会讲一个系列的专题信息其中第一堂信息就是世界与世俗就来澄清这样一些概念。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要忽略还有上帝赐下的普遍恩典，还有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护理之功。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和谎言，还没有变成人间地狱，还没有变成像挪亚大洪水之前的那个世代，让上帝都用洪水要毁灭当时的全人类，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今天这个世界还没有变成人间的地狱，是因为上帝还赐下了普遍恩典，上帝还在维护着这个世界，还在给人信耶稣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在认识我们处境的时候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素，就是上帝今天也赐下普遍恩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和天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天国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功死里复活之后，天国以属灵国度的形式在地上拓展，所以天国已经实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完全。所以今天的天国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状态，而这样的一个国度和这个必然毁灭的世界之间，在时间上就有了这个重叠。而我们基督徒呢，就活在这种重叠的处境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属于那个永恒的国度，但同时我们又寄居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所以这样一个处境就使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应用圣经原则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需要我们搞清楚圣经原则到底应该怎么应用。这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希望达到的目的。这也是我们下一堂课要特别讲到的一个圣经神学的问题。下一次课呢，我们就会谈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的标准这个视角。另外还要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约与道德秩序。今天呢，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现象很明显，就是很多基督徒会高举着爱、包容和怜悯的这种道德口号，却去纵容罪恶，以爱之名去纵容罪恶。为什么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呢，是圣经神学出了问题。所以下一次我们希望通过圣约与道德秩序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让我们看到爱与怜悯以及神的公义到底如何能够恰当的应用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既有天国实现但是又有堕落世界这两个重叠的这个处境当中。所以这几堂课我们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还没有具体的谈价值观的问题，我们都还是在打一些基础，大约至少要等到第四周，也就是第八课，我们才会谈到一些具体的价值观。而前面这几次的课我们都是在做一些预备性的工作。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我们说建立整全的圣经价值观就好像是盖一栋房子，那么我们谈到神的主权，那就是在打地基那就是这个房子的基础。然后谈到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生命、处境和标准，这三个视角就好像是盖房子的方法或者是工具。那么在下一堂课我们谈到圣约与道德秩序，就好像是价值观这个房子的一个架构有柱子和横梁把这个框架搭建起来，然后我们才会谈到具体的价值观从神的创造从十诫从新约圣经里的登山宝训救恩论等等不同的方面来建造具体的价值观。再谈到具体的价值观，就好像房子里面的每一块砖每一个门一个窗户那么这个砖头门和窗户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首先需要先打好地基，建立起框架，然后具体的材料就放在了正确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要着急我们先花一些时间打下圣经和神学的基础下一个星期的内容呢，神学性会比较强但是请大家能够多一些忍耐，能够把这些基础打好，然后我们再谈具体的价值观。
那么今天啊，给大家几个作业题目啊。第一道题，在我们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个人生命的层面考虑哪些问题，并且依据什么原则去考虑。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信心、爱心啊，做事情的途径与方法啊，或者是还有就是我们的目的，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你现在面对的人生选择。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处境，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那这一堂课里面谈到有关处境的内容，有哪一些内容是你从前忽略的。好，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好，感谢主啊！我们下面是就是问题解答时间哈。那你们有问题了可以举手。好，第一个这边什么 ？Noah 八，请你打开你的 mic， 请你打开你的 mic。嗯，请问。哎，老师好。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没有罪的，对吧？是啊，他没有。对，姊妹是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们的创世纪公开课，请你看，你的问题我们都讲过了，好不好？我就是问，我没有罪的人怎么会有那个？我刚刚开始也听到有人提问，就是说，老师回来说，就是他有了那个意念的时候就已经。他有了那个决定，有了那个决定。他一个我的问题就是，没罪的人怎么会有那个有罪的意念呢？姊妹，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当他决定要背叛上帝的时候，这就叫罪，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OK，我们的公开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请你再去把我们的创世纪公开课再好好看两遍吧，好不好？嗯，好，谢谢老师。下一个那个李桂林，请你打开你的 mic。李桂林，请你打开你的 mic。哎呀。我说一下，刚才谁在这个文字上留言说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自救的能力，是吧？人没有自救的能力，没有自救能力，人没有自救的能力，这就为什么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包括孔子。如果你看过我的小视频，你就知道孔子现在就应该在地狱里面痛苦的嗷嗷叫。我可以说了吧，老师？好，对，请讲。老师好哈，我现在在我儿子家哈，完了就是，我就寻思那个啥，这孩子说啥他也不听啊，完了他们家孩子大了，我要是管他学习啊各方面，他爸他妈说不用你管，这孩子自己就能，所以吧，就是我说啥他们都不听，我就寻思想离开这个儿子家，想回到我自己的家。好好去侍奉神。刚才我也听讲家庭这个课了，所以我就寻思我这个走吧，我还感觉到你说走是合乎神的心意还是不合乎神的心意，因为我在这儿吧说啥话他们也不愿意听，所以我就寻思在这儿对他们也不好，对身体也不好。对，姊妹，我先问你一下哈，首先你到你儿子的家里来，你记住你是客人，你不是主人，他们没有必要听你的话，明白吗？因为他们是成年人，他们即使是犯错，他后果自负，以后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弄得乱七八糟，以后是他来面对他儿子的问题，说不定上帝就是借着这个以后让他悔改。你记住，你到你的儿子媳妇家，你是客人，你不是主人。如果你的这种想法是这样的，你到他家去，你就是为了做主人，他不听你就要走，那你这种想法就是错的，明白吗？不是，就是就是我有时吧做饭啥的他们也不愿意吃，所以我就寻思感觉到他们身体也不好，我的身体现在。所以我问你一下，是你到他们家是他们请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
他们叫我来的呀。对他们叫来，你就把你的想法跟他们说一下，说我到这儿来，我感觉我帮不上你们的忙，你们想让我怎么帮助你，我能不能回去？你就跟他们说一下不就行了，是不是？因为你不能说没有交代，然后好像赌气一样的不高兴你离开了，这样的话你等于你把你跟你儿子之间的关系搞坏了。你可以离开，但是你必须要跟他们商量，跟他们谈。对，我也跟他说，我说要是不行的话呢，我说我就回家，省在这你也生气，我也生气，都不好。他那愿走你就走吧，我不留你，这样式的说的。那就好了。那像这样说，你就那就好了。你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因为姊妹哈，因为你呢，你有一点哈，你比方说你跟你的孩子说话的话，你说像这样都不好，你也生气，我也生气。我不知道你自己说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你等于在把你的生气的原因怪罪给你的孩子，你说话的这个口气就让你的孩子觉得我们惹你生气了。如果你像这样说的话，你是不是就把你自己当做主人了？为什么你的孩子一定要听你的话？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就生气了，你为什么要生气？你凭什么生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群里面其实一直在教导这个，你要管理你的情绪，你要分析你的情绪。很多时候你生气不是因为人家得罪你了，而是因为你自己是个罪人。你要把这个分清楚，你要记住，就是你的孩子是成年人，你到他家去玩一下，做客人是可以的，他没有必要按照你的话做，他不按照你的话做，你没有资格生气，你为什么要生气？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记住，孩子成年了，你没有权柄去管他的家事。对，就是说你要注意，你要分清楚这个。像我的家，我的孩子成年了，他们自己在外面住，他们到我家来，他们就是客人。他到客人有一次很好玩的，我的孩子也喜欢养宠物，所以他们养的猫，所以他们一直回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对待我的狗，应该怎么样对待我的狗。我坐在旁边一直在笑没吭声，我老公就说，儿子你记住，这是我们的狗，明白吗？我的儿子很直趣，马上就是好，我住嘴，我不说了。看见没有，就是你要明白，就是你跟他都是成年人了，个人都有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不要把鼻子伸到人家家去管人家，因为他你的孩子不在你的权柄下，你也不在他的权柄下。OK， 是的，小青。好，下一个小杨，请你打开你的麦，请你打开你的麦，小杨。老师你好，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就是没有特别就准备好进入恋爱婚姻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需要在那个属灵的事情上需要继续装备自己，然后而且今年我就是特别忙，然后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就像刚才跟您说的那个，如果我要不说的我又担心弟兄去找别人，然后这样子，然后就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姊妹刚才石敬书牧师其实他讲他的世界观，讲这个圣经价值观已经讲了，你相不相信你的婚姻在上帝的手？我肯定相信。你相不相信如果上帝给你的丈夫谁也抢不走？是的。你相不相信？相信。对呀、对，那就行了。你不用那么焦虑为这个事情啊，水到渠成啊，祷告就好，装备自己。你如果觉得你自己现在还没有装备好，快快的装备，积极的装备，快快的装备。好，下一个 Rose， 请打开你的麦。哎，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我的孩子读高一，他的作息时间，就是因为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越来越多，就渐渐的睡得晚，甚至搞到十二点之后。他现在上高一了，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就是晚睡迟起，平时上课的时候起得早，6:30然后7:00上课。他昨天就跟我说他白天有时候在课堂上就会睡觉嘛。他昨天是跟我说他这次考试睡着觉他都考得还不是很差，中等吧。我说你怎么上课睡觉，他就说这种情况。我就说这样不好，你早睡早起嘛。他说他已经这样了，这个事情我要不要过度的干预？这是第一个问题。你的孩子多大年纪了？高一了。
他上课的时候就是说困的时候他就睡，他不分课的。我说你哪，你要是还没有分文理科吗？他说他理科睡。对呀、啊，他高一了，十好几岁的孩子了，让他自己知道厉害，自己负责就行了。管也管不了哈，哎，不需要管他。我跟你讲，我上课的时候一天天天睡觉，我这不找时间睡吧？为什么？因为我严重失眠，我晚上几乎睡不着觉。那我初中开始，我一直是这样。你说我白天我上课不睡觉，那我就要死了。所以我上课就找着时间就睡觉。对对对，我非常感谢上帝，我的父母没管我。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时候上课睡觉，它不是你的品格问题，而是你的能力问题。因为你睡不着，你累死了，你不是打个盹咋办？是不是？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事情我不过多关于了，我也关于不了。还有一个就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他。小的时候我就带他参加主日学去教会，但是我的生命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现在的他的状况就是说他知道有神，他心里也接受上帝，但是他没有时间去读经祷告了。而且学习吧，他的时间占据了，而且也有十七岁了嘛，高一了嘛。对。我很想介入他星期天能够跟我一起去敬拜。我目前也没有实体教会，实体教会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些理念的不同，我离开了，也没有寻找下一个实体教会。就他这种情况，他的属灵情况的下，还有他现在还是高一，像你说的还在我的权柄之下，我如何给他介入过来，让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或者是听线上的课，或者怎样。我跟他说过几次，他就应付着我，他说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多少遍了。但是对，我除了给他祷告之外，对，姊妹，我不知道你刚才听石进书牧师的这些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你听了以后你吸收了多少。刚才石进书牧师其实讲到什么呢？你一旦把你的孩子送到这个公共的这个学校这个外面去了以后，外面的这个社会是其实是在处心积虑的在给你的孩子洗脑，你稍不留意，你的孩子就被他们拽过去了，你的孩子就会相信他们的东西。他一旦相信他们的东西，他就会怀疑圣经。他不怀疑圣经，他从小因为我有给他这个到教会的这个基础上。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从小是多小？五岁、八岁，但是他从七岁开始，是不是就开始上公立学校？上公立学校，每天在公立学校花多长时间？跟你花多长时间谈信仰？那现在怎么办呢？你其他的不说，你就从数字上说一下，是不是？现在除了为他祷告之外，我要不要强行介入他星期天，或者是用条件跟他交换？如果能强行吗？我跟你讲，如果你那个强行的话，当然可以强行。问题是十七岁的男孩，你强行结果是什么？他就给你成敌人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不能。孩子呢，成长过程就像这样哈，姊妹，孩子就像活水泥一样的，大概在八岁以前他是软软的，你想把它缩成个什么形状，基本上很多时候还是可以的。虽然他本性是个罪人，但是他可塑性很大，他慢慢的那个水泥就开始干了，到十七八岁基本上就硬了，他的三观基本上形成了。这就为什么我们是一直说你要紧紧的抓住你孩子的教育权，小的时候尤其小的人尽量要自己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学校和社会它处心积虑的，尤其是文科方面的材料，你仔细看它的文科教材，它基本上是在教世界观，它教你写字写文章还是次要，它主要是在世界观上要努力你的孩子。上的那个周耀群老师他的价值观基本上，因为虽然说我的生命是这个过程的阶段，但是他从小是有这个信仰。姊妹，我问你哈，你自己刚才已经跟我说了你孩子的价值观，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接触上帝的。就是、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看重什么？哦，是不是？没有花时间。你刚才自己跟我说你孩子的价值观是他不看重圣经。你自己从你自己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你自己想一下，你说你跟你的孩子说让他读圣经要干什么，他糊弄一下，他不看重这些东西。你自己告诉我你孩子的价值观，他已经很轻视你的信仰了，这是你自己刚才的话，是不是？什么叫价值观？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你现在的话，因为他已经
17岁基本上是个成年人，就是你只能自己影响他，让他看见你的信仰是真的能够改变生命，让你自己你的信仰让你变得很美好，以此来吸引他。其实还再就是为他祷告，说实话17岁如果你能够用言语能够改变他当然很好，但是基本上我跟你讲绝大部分99%以上的17岁的孩子父母用言语基本上是没有用了，说实话是不是？那好吧，好，谢谢老师。这个定声请打开，这个是雨是吧，雨定声是吧，请你打开麦克。是的，老师好。我的困惑是在于家庭生活方面。我那个我就是昨天发生一件事情，我的就是我们的女儿嘛，就是现在是三四岁，3岁多。昨天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说不让你做，你不要把这个东西这样弄。然后呢他说那个妈妈让我这样弄，然后呢妈妈在跟前，妈妈就给他解释说为什么不让你这样弄。然后呢后来我就给妈妈说错过了一个多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当爸爸跟妈妈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教导孩子该怎么办。然后那个然后妈妈就说那个你先把自己弄好再说。然后我就说我管教孩子可能方向是不对，但是呢这还跟真理还没有太违背，但是呢家庭次序那个家庭次序乱了那是违背真理的。那个就是你妻子是不是基督徒？老师我再说一句哈，骄纵孩子也是违背圣经的。那个妻子说你那么多得罪神的事你先自己弄好再说。然后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真的是家庭生活我觉得很糟糕。我妻子是基督徒，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生命都很好的。他信主多久了？他从小是他妈他从也算是不要说从小，我跟你说实话绝大部分从小在家里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其实普遍都很糟糕的，他比世界上的人更加虚伪。那应该是从大学的时候、okay. 那个信主的。我是 okay, 所以他平时读圣经吗？他尊耶稣为大吗？读尊耶稣为大。OK 非常好哈。你的妻子参加我们的辅导群吗？没有。OK。欢迎你们俩一起参加我们的辅导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让他在辅导群里面经常看一下其他人的问题会对他有帮助，因为这个话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把我们辅导群多看一下，他会知道夫妻俩在孩子面前不同心的话最后两个人一起失败，没有一个人会沾光的。会就是说如果你的妻子哈在这个孩子面前当众拆你的台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暂时不要跟孩子说话了，先把妻子捞到一边，请他跟你一起来读圣经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他的心很悖逆，你单单的用言语他不一定会听的，就一起在上帝面前来读圣经祷告。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你就自己去读圣经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在孩子面前像这样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你们俩会一起输。那就是我现在 先自己祷告。那管教孩子方面，对，管教孩子的方面，如果你知道你的妻子总在你的面前拆台的话，私下要跟你的妻子讲，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儿。不是老师，现在就是情况就是可能呢我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我是属于那种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那你要改回改。那你要改呀。那你要回改。如果你的妻子提醒你的话你马上要换个地方去祷告啊。对。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这一个。然后对孩子管教方面呢，就是我的妻子现在就是说不让我管。然后我就还管还是不管。
你的妻子如果不让你管的话，那你就跟他说，你管了孩子，你向我汇报，我们俩讨论怎么管孩子，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愿意授权给你的妻子，管孩子，只要你他管的孩子你同意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妻子觉得你的情绪管理很糟糕，他管你意识到你是这个问题，那你的确是需要改。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的妻子，我是觉得你跟你妻子那样要私下为这件事沟通，不要当着孩子的事儿，不要。而且有一点哈，弟兄，你的孩子天天跟你在一起，我相信你的孩子的几乎所有的事儿啊，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绝大部分的事都是你可以事先安排的，不需要临时情绪反应的。同不同意？同意。对，那你就可以提前，如果你有情绪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提前跟你的妻子沟通，一起讨论你的情绪哪儿需要改变。嗯，是不是？然后我跟你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弄哈、我丈夫的脾气以前是很大的，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脾气个个都很大，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丈夫有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俩每天，我跟我先生在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人每天单独的在一起谈一会儿。谈什么呢？就谈一下我们俩对每个孩子下一步该怎么做，有什么问题，我们俩有什么需要弥补。因为然后呢，我就跟我先生说，如果管孩子的时候我们俩任何一个人情绪失控的，失控了怎么办？另外一个人把他稍微拍一下，然后这个人的马上就停下来，然后我们换一个房间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了再出来。嗯，好。你是可以提前准备你自己，因为你知道你的问题，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你有情绪问题，那你就可以早早准备嘛，是吧？嗯，好的，那我就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牧师可以领薪水吧？圣经上说牧师当然可以领薪水啊。如果他就是你们教会还比较大，所谓比较大是什么？就是有那么几十个人呢，他的专职就是在你教会牧养的话，应该你们教会应该奉养他，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圣经的教导，利未人还要背负，对呀、旧约利未人都是以色列人奉献养着他们、新约牧师，这是圣经上说的，对，要、对。好，下一个新语，请问，请打开你的麦克。新语，老师好，可以听到我声音吗？可以。老师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丈夫呢，他一直是喝酒酗酒，然后呢，在这个半年前呢，他因为这个喝了酒，因为他喝了酒之后，以前是对我一直是语言暴力，我一直觉得基督徒要忍耐嘛，忍耐就是爱，尽量避免这种冲突。但是呢，半年前呢，他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打了我呢，也就是扇了我就是八个巴掌吧。然后他为什么打你？他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家庭里头很琐碎的事情，不是什么原则。OK，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不能再这样的纵容他了，然后就那个就是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出来就是让他戒酒。可是呢，他就是说啊，向我道歉，就说啊。那个我这个喝酒也不对，他要戒酒，但是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就是说，就是让他要让我回去，就是说你不回来怎么能看到我这个戒酒呢？我知道他不会戒酒的，所以呢，我就说，我需要冷静。然后呢，就是在我离家这半年吧，他一直是其实是没有戒掉酒的，还是在喝酒，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他一直在不断的指责我，就是说你还是个基督徒，你搬出家对家不负责任，就是指责我的不义，就是我是纸上谈兵，没有爱心，你应该在家里才能看到我的改变。我就在想，我不在家里，我也没看到你的改变。虽然我
出了家，但是我对他呢还是就是没有失去爱心，就是说我还是想是真的是想帮助他。周末我还会回家吃饭，但是我绝对不会在家住，我也会就是给他送礼物。他呢就觉得哎，看着我还是对他挺好的，其实我要让他告诉就是我这种哎，我不是纵容你，我必须好像感觉我对你好了我就可以回家，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回家了之后这种结局他依然会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已经就是半年多了吧，他就处于什么状态，就是说那我已经求过你这么多次，他还很骄傲，他不是基督徒，那我已经求过你很多次了，你呢现在不回来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就被动的等着你回来，我就是也是就这样僵持着。我也不知道就是自己这样子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去是不是符合这个圣经的这种标准啊，一直也很纠结。其实我希望用自己的坚韧之爱呢，真是希望他能戒酒，因为他喝酒，这他一喝酒很冲动，他不喝酒的时候好像还挺理性，但一喝了酒之后就是很兴奋那种，就很激烈，本身他性格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活跃性的，然后再喝了酒之后更冲动，也犯了很多错误啊，甚至是被酒驾关了四个月，回来出来第一件事情还是去喝酒。所以我酒驾关了四个月，你怎么办？关了四个月，我当时我就是说让他去社，我教育不了你，社会去教育你。我一直觉得挺高兴的。对，你怎么办？他是怎么回来的？你要把他赎出来吗？当时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当时还找了这个。我问你，你怎么把他弄出来的？四个月是他到了，他就是，人家那个就是警察给他判就是四个月之后你就出来嘛。Okay.但是在这个四个月中间呢，我们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找了这个看守所的相关的人，在这个看守所里他比较受优待，有人还给他端洗脚水什么啥的。我就觉得这点，因为他母亲是很，他有点是家宝男，就是他母亲一直就是很惯着他。我问你，是你去找的看守所的人帮助他了是吧？还是他的母亲？对对对，我也参与了吗？我参与了。就是啊，我跟你讲，你从头到尾都做错了，你该帮助他你不帮助他，你不该帮助他你瞎帮。现在他现在已经50岁了，我都觉得他应该长大了。对呀、所以我问你，他如果有一辈子有瘾儿，你能够用你的这种强制行为能够改变他吗？你觉得圣经上说你可以改变他吗？你是他的上帝吗？对，我上帝来管教他，你就挤在当中，拦住上帝管教他，你又用你自己不符合圣经的办法来治他，你觉得你治得好他吗？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呀，他一直就觉得，对呀，因为你都做错了嘛，你当然纠结了。当时想的是他就出现家暴了，我在这一直出现家暴，这就为什么我问你，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家暴？因为你知道他是喝酒，他情绪冲动，你就离他远一点嘛。你知道他是这个问题，他都50岁了，他又不是今天才这样子。他50岁了，他都没改变，他没喝酒清醒的时候，你不去，你说话都没有用。他喝醉了，你跑到他跟前去，他不打你，他打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你都知道他喝了酒，他情绪激动，而且他都快50岁了。你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喝醉了你跑他跟前让他打你？因为他喝醉了他不能控制自己，但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啊，是不是？我是实在控制不了了。然后他被抓起来了，你又跑着去把帮他让他过得很舒服，你说你是不是净瞎掺和？上帝要管教他，你在他旁边瞎掺和，是不是？因为他喝醉了他是会有他自己的后果，但是你既然知道他是这样的个愚蠢人，他每次喝醉的时候你就离他远一点。他喝醉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孩子出去住几天，等他喝好了你再回来是可以的。你看到那个你看那个圣经里头那个亚比该，他那个丈夫那个拿巴，他喝酒的时候亚比该根本就不跟他说话，那不就他第二天酒醒了他才去跟他说，他在说话。因为人他本身的脾气就不好，他喝醉了他像个疯子呀，他喝醉了你凑到他跟前去他不打你他见鬼了，是不是？那我现在就是已经搬出来这半年，你就不应该搬出来那么久。对，这是你丈夫，你等他在外面找个外遇然后你再吵，那是你又是你造成的，是不是？对。下面一个问题。好，就是你从头到尾都做错了。对。慧慧，请你打开你的麦克。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刚才就是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说过，就那小孩子，就是你要从小教会他辨别世界上面这些观念，这个怎么让他，怎么教他呢？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什么思路？你每一个问题你都可以问嘛，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最近前一段时间他不是老说这个八国联军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圆明园给烧了吗？你稍微动一点脑筋，你就想，哎呦，这八国联军太厉害了，都跑到我们的首都去了，站在我们的王宫面前，不把王宫烧了，他就跑到这个城外面去把那个皇帝住的夏宫烧了，而且这个夏宫是按照罗马式的建筑烧的。你说你崇拜人啊，崇洋媚外，你按照人家的方式做个房子，人家到你这儿来，人家不烧你中国式的建筑，烧你的西方式的建筑，你就稍微用逻辑想想，很多东西都是到处都是破绽嘛，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就多问问题。既然我的孩子他的上学，他拿的课本回来，我就翻一翻。他说他把美国历史一翻开，前面一翻说100万年以前这边什么？我说他怎么知道100万年前？他活了100万岁，他怎么知道？把他的数据拿来我们看看，他别听他胡说八道，看见没有？书写在书上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理，很多都是造谣，看见没有？啊，我就是挑战我的孩子读的这些书。OK， 那老师，那如果你这样很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啊，在这个公开场合的这种教导的东西，很多都是破洞百出。你稍微只要一思想，问你孩子问题就都出来了。明白，谢谢。好，下一个啊 ，OPPO， 哎呀，你们不改名字，这个叫什么 OPPO 什么什么 Reno， 你请你打开你的 mic， 你不改名字，我叫你的手机号。喂，老师能听到吗？你讲啊。对。是这样的我也今天听到那个牧师讲的挺扎心的，也讲到现在普世，教会也会有一些世俗化，受这个属世的这个思潮文化影响。然后其实我在这边的一个家庭教会大概有40-50人，因为也来了这边有一年多吧，最近就是一个月的时候跟这个牧者呢有一些交流，就因为我也交流之中可能是我们就讲是我就说是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然后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就说：“哎，不对啊，圣经里面也有魔鬼的话，啊，也有驴的话。”他说：“这不是神的话。”就是这个，当时我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心理啊，马上就有一些不平安。我就说：“哎，我说弟兄，我说我对你说的这个话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说因为我所认识的信仰，我认为圣经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但是你所跟我分享的不一样。所以第二天我也去寻找我的在广州的牧者一些他比较前辈吧，我就问他，然后他说你说的是对的，然后就分享了一篇短文给我，我也发给这个牧者，然后牧者呢他就发了这个19分钟的音频给我。这个19分钻的音频呢就是没有背景的音频，他就讲了，就是说圣经里有魔鬼的话，有耶稣的话。然后我就把广州牧者发给我的这些信我转给他，反正他就还是不太，就是开始还是不理解。后来我就觉得，我说对神，因为牧者也教我嘛，他说对神的话可以怀疑，这个是很大的真理立场问题。然后我就跟这个这边的他下面的同工也有一些交流。他就说他后来他说他也认识到了说哎，这个我们需要在一些前辈的，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可能也是一个不是全职在委身在教会的一个聘请过来的讲道的，说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他说也好，但是现在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回应。然后包括现在我也看到，无论是他也好或者他的同工也好，也是经常听一些这个没有背景的讲道，就是不知道是谁。比如说有两个网，一个圣网还有一个传道者的声音，如果可以的话，我或者我能不能单独加你们的微信，把这两个音频可以分享给你们，因为我也把这个传道者的声音，你不要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听，像这种异端邪说的多得很。
所以我们不要听。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怎么对付他。嗯嗯。上一次我其实已经讲过。我就直接跟他讲，我刚开始也是他一个教会领袖突然参加了我的一个祷告群，在美国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他不同意三位一体。我就问他几个问题，我把他的信仰问题问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刚才我叫你弟兄，我收回我的话，你不是我的弟兄，你没有得救， OK， 所以现在请你出去。然后我说约翰福音第二章说，像你这种人我接待你就在你的罪上有份，像这种大是大非的，如果他只是一个平信徒的话，你可以帮助他，但是如果他已经是个牧者，他在努力的影响你的话，你要一脚把他踢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不要让他影响你，也不要让他影响你周围的人。这种人圣经上说的是非常严重的。 OK， 你看，所以老师我就想约翰二书，对，老师我就想，我就说我因为我也无论是我一对一的跟他沟通，还是说我找他们的他也通过同工找我，为什么哎跟他有发生这么好像不顺服他呀，或者这样的一些，然后我也通过就是说我一对一的跟他沟通，然后通过广州的牧者一些分享，我也告诉他，无论微信也好当面也好，但是包括这个他听这些没有背景，因为就是之前他听了这些听了那个十九分钟的没有背景的音频，然后导致他的真理立场出现问题，但是他现在还是坚持在听一些没有背景的讲道，包括他的你不可能改变他，但是你不要让他影响改变你周围的人。 对、我就是我要不要离开教会，你当然应该，如果你能够把其他的人带出来更好，最好的办法是这种人你们要教会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不是你离开。对，如果他传讲是非常严重的，把他赶出去。老师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教会呢是他建立的，就不说他建立的、如果是他建立的，那你就走吧，因为他建立的，说不定人家都跟他是一样的。你能影响，你走的时候你能够影响一些人，就影响一些人。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教会就没有架构，就是他他是唯一的这个就是负责人。你这个他这个是异端，而且他唯一负责人，你能影响多少人就影响多少，就公开指出来他这个在传讲异端，你离开就是了。然后带其他弟兄姐妹愿意听你的离开、就是。对，因为像这种你不能跟他在那儿像这没完没了的纠缠，说不定你就被拽下去了。对呀、你就被他影响。是的。对，好，我们记住哈、我稍微说一下。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分清绝对的真理和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就是说他否定圣经的权柄，圣经的无误，圣经的全备性，否定三位一体，否定耶稣 是上帝，跟上帝有同等的这个地位啊等等，这些最关键的这些东西，否定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如果这些关键的问题他是不光是错的，是坚持是错的，而且他还是教会领袖，像这种的话要赶紧马上跟他切割。其他的什么而且要公开跟他切割。对，要公开切割。其他的那些次要的呀，什么信心，有的是信心大一点的，信心小一点的，尤其是平信徒才信主没多久有点糊涂的呀，这种你可以包容，慢慢的影响他。但是他已经是教会领袖了，他最基要真理都是歪的，这种要公开的跟他切割。哪怕是你刚开始你的态度，刚开始可能态度都不是很好，因为你弄得太急切了，都没关系，以后修补，但是真理上一定要站稳。是的，是的，老师就是他这个这个就是他后来也经过这个我们跟他讲的，就是这个圣经都是神的话，各方面也看到他认识到了，但是他没有这个担当，不敢承认，就是不敢在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教会的众弟兄姊妹面前也好，或者在他聘请的这个你没办法，你没办法改变他，弟兄，你只能做你能做的。对，你一直在讲另外刚才他怎么样，你没办法改变他。对的，对的，因为刚才那个小琴老师讲公开的去这样去分开，这个我不知道是公开是怎样一个具体的。公开就是要告诉你教会，对，你要告诉他们你为什么离开。你在教会会众面前你说你刚才常讲的这些都是异端，这个是不合圣经的，
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对，就公开大家，而且问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他刚才讲的是对的吗？那如果你也认可他讲的是异端，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对，没有 他是这样的，老师，他是没有在这个在公众的这个讲道中否定神的话，他是在跟我一对一的时候讲的，就一对一沟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讲了这些。他如果跟你一对一的沟通，他也可能跟人家，这就为什么你要去问人家。刚才凤花老师已经说了，你跟人家说你跟他沟通是这样的，他你不同意这个，他跟你沟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扯个人的东家长西家短，这是关于圣经真理的基要真理的，这个是可以问的。对，嗯哼，是的，因为就是这些他之前听了，后来他也说他也认识到了，但是他不敢在这个众弟兄姊妹面前也好，或者长辈面前也好，他去认，也就是逃避吧，可能这种也不回应。然后另外呢，现在也是不断的，他也在还是坚持在发一些没有背景的讲道。所以我就说，弟兄啊，我们一直跟你讲，你没办法改变他，你要么你就是你就是公开的指出他的罪，他如果私下跟他沟通，他不悔改，你可以再多几个弟兄姐妹去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悔改的话，那你就是公开的了，因为他就教会领袖，所以你只能是，你教会应该不止他一个人嘛，那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公开来讲，然后他这个是错的，他不肯认错的话，你就离开了，他要走坚持那个异端的路，你又没办法改变他，你没办法改变他，对呀、啊，你想要干嘛？我就想你想干嘛？你来这边，我一直问的是你想要问什么？你想要干嘛？就是。问这个我也是，就像你说的，你的建议也是离开，我是默默的离开呢，还是刚才你说的公开的离开？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需要问其他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扯个人的私生活的是非，这是在基要真理方面、嗯、对，所以你可以问其他人他是不是跟你这样说的、嗯、如果他跟你这样说，我也告诉你他这说的是错的，我们要一起去跟他谈、嗯、比方说，因为这个是私下，这是关乎真理的事情，对，嗯，所以是可以公开的。好，那好，谢谢老师，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再问，再有两个可以问就好了，一个叫图，是图吗？图屏，对，图屏、请你打开。嗯，哎，老师你好、啊、你好、两位老师好，那个我是住在上海、我这边就是我一直听咱们这边的课啊，挺好的，对我帮助很大，现在就是我有一个关于教育孩子方面，就是我两个孩子，大的八周岁满了，然后呢就是我也听老师讲过很多，就是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嘛，要让他干点活嘛，就是家务，现在的孩子的话就是非常缺乏这方面，然后呢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跟他讲希望他自己做，比如说我希望他自己洗他的衣服内裤袜子，然后就是有时候也洗碗，但是他其实是不是很愿意的，就是除非我有时候有一些激励的措施他会做一下，但是比如说让他自己完全是洗他自己的这个每天能够自己洗的话他是不愿意的，我想请问一下老师这个时候就是说可以用什么方式，或者老师你有什么经验？所有的人所有天生只要有可以偷懒都可以、嗯、都愿意偷懒的，谁不愿意偷懒？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有个孩子到八岁了，我跟他说他的衣服自己洗，他就把他的衣服放在我的这个篮子里面，我说你要自己的衣服自己洗怎么我怎么样我帮你，他说你给我买个脏衣服的篮子，我专门装脏衣服，我说好啊，但是呢他还是把他的脏衣服放在我的里面洗，让我洗，我一声都不说，我就他每一次把他脏衣服放在我的篮子里面，我就把他捡起来扔在他的篮子里面，过了一个星期他跟我说，妈咪，我说怎么了？我没有衣服换了。我说哦，是吗？你没衣服换，那我告诉你你的衣服在哪儿。我就把他的内衣篮子脏衣服给他，我说就在这儿，我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我就是不跟他洗。他看着特别难过，然后说，妈妈你能不能再教我怎么用洗衣机？我说这可以，看见没有，他的事儿，如果你又叨唠，你又替他洗，普遍的中国家人都是这样，你替你就叨唠你的孩子都把他烦死了，但是呢你又帮他做，他又讨厌你他又不需要做，你看看是不是？
养巨婴都是这样养成，替他做就行了。巨婴都是这样养成的，巨婴都是养大的。所以我们家孩子，我跟他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咱们如果其中一个孩子抱怨说妈妈做的饭不好吃，我又太好了，说明你做的比妈妈好啊！你准备明天做什么饭我们吃？我明天就把原材料买回来，第二天我就把原材料买回来，咱们大家都饿着肚子看着你，我也不骂你，我也不吵你，咱们全家人都饿着肚子看着你，你做不做？你做完了你就发现你做的没妈好吃，你就不抱怨了，看见没有？其实我们一般的中国人就是我骂你个混蛋，我做你吃，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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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做一边骂，最后你的孩子又讨厌你，然后他又养成了巨婴。好，最后一个叫什么老贺新贺贺是吧，老贺，请你打开你的麦克啊，请讲。哎，两位老师好。然后你好，首先问几个问题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加咱们那个交流群呢？什么？怎么加在这个交流的群？对，那怎么样加入我们的群？凤凰，哎，对，辅导群，辅导群。我把那个我们在那个就是这个聊天室，我把那个已经发了聊天室，我们就是Enigma 的所有的那个都在这，我给你弄过来啊。好的，我得，因为我们有 Enigma 的、啊。下面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我没听到，然后小青老师说你也是失眠，那个后来你是怎么治好的？我没治好，我有时候还是失眠，只不过我从来不把失眠当回事儿、每次我失眠，我高兴死了，我说感谢上帝，你让我多点时间读圣经吧，我就读圣经了。因为我现在。我是你知道失眠的人，失眠本身不可怕。我遇到所有的失眠的人，问题都不是失眠本身，而是失眠造成的焦虑。对，是吧？你不焦虑了就没问题了。那你为什么要焦虑了？我以前就这样辅导我自己。我为什么要焦虑了？我睡不着觉，那我就把它当做一个上帝给我的礼物，我不焦虑了。那你说我很累呀、那很累，第二天什么时候累的时候休息一下就行了。我以前工作，我一直工作上学，他会躯体的症状，老师，躯体的症状就是头疼、眼眶疼，然后整个疼的，然后有的时候那就疼就疼呗，那就疼就疼呗，疼你就多喝点水，多运走走路，然后去太累狠了就打个盹，我就这样。其实这个焦虑本身一点不可怕，我有时候我告诉你，我连着两天不睡觉，全身就有点像身体不属于我自己了，飘飘的。但是一般的人到这种情况他焦虑、他越焦虑他越睡不着，然后他就大脑越清醒，可能连着多少天睡不着觉。我就容易这样，我就从来不焦虑。我是以前没信主的时候焦虑，信主以后我就说我下定决心不焦虑，人家就跟我说，哎呀，你会早死啊，我那早死不挺好，我早点上天堂，我活五十岁，人家活了150岁，因为我的时间多了、是不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然后哎呦你会老啊，我就老就老，那上帝居然觉得我老很好，那就老呗。你看见没有，你关键就是你睡不着觉产生的焦虑让你自己更加睡不着觉，然后就把那睡不着觉本来是个好事儿，你就把那睡不着觉的时间也全浪费了，因为你焦虑嘛，是吧？所以我遇到所有的睡不着觉的人、其实他的问题都不是睡不着觉本身，而是睡不着觉产生的焦虑。OK， 你不焦虑了就没问题了。我就这样啊，我经常还是这样，我经常一搞我一通宵睡不着觉、那咋办？要告诉自己，要告诉自己没事儿，对，没事。但是我还是你就想想，你上帝是不是掌管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坏就死了，那死了就死了吧。你是基督徒，你还怕死？是不是？我想下边就是一个问题，我说我这个小庆老师，你前面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教会里边的好多可能也都是假基督徒，我就把自己定义为假的人的，因为我始终感觉在信仰方面就是没有长进，没有感动，不管是参加敬拜啊还是读经啊，我都读不出来。这个不能说你是假的，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尊耶稣为主？是的，就但是我也相信有罪。对啊，你是不是当你尊耶稣为主的时候，就是你想任何事的时候，你是不是相信他赦免了你的罪，然后你是不是愿意悔改，是不是愿意尊他为主？你记住，你是不是真基督徒？
不是你的感觉决定的，而是上帝对你上帝的应许，你按照上帝的应许，上帝要你怎么相信，你相信了你就得着了。记住，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不好，而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我们牧者在讲到的时候说，然后我们一旦有信，一开始只要信耶稣，然后这个圣灵就内住了。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圣灵内住到底是，我就体会不到这个圣灵内住。圣灵的内住哈，我更谈不上圣灵充满了，那就圣灵内住就没有。圣灵内住，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可能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的生命会改变。所谓生命改变，你就开始意识到有些以前你做的很正常的事儿，你就开始意识到这样是冒犯上帝。在做任何事儿的时候，要想想我做这个事儿，上帝喜欢我这样做吗？就不会说像以前那样，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我以前一样的，因为我从五岁就失眠，所以我信耶稣的时候已经二十二三岁了。那你说那之前我焦不焦虑？当然焦虑的，我的高考中考那连着两天我都没法睡觉，我还第二天还要去高考，你说那是想着都很可怕。但是呢，我信了耶稣以后，你说我一下子就不焦虑了吗？我也焦虑了，我晚上突然间醒了，后来因为读书很忙还又弄个孩子，晚上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醒了焦虑啊，就想着自己下步怎么办。圣灵内住是什么？就想着自己现在是基督徒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情绪走了，你看看圣经怎么说。所以就看看圣经，上帝说他是主，刚开始你咽不下去啊，你想上帝是主，那我还是担心啊，然后就想上帝既然说了他的话，我一定要相信，那我就相信，就相信，就躺在那儿睡，还是睡不着怎么办？那就算了，不睡了，起来读圣经吧，操练相信圣经的话，看见没有？你是。因为你尊上帝为主，你把他的话当回事儿，你就会去思想他的话。这就叫圣灵内住，就是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一下看见什么异象了，不是，而是说从现在开始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看见没有？愿意放下你自己，愿意放下你的欲望，放下你的感觉。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我这样子对照一下呢，就是可能尝试还是担忧世上的事情。对，如果你总担忧世上事情，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话，你相信你的感觉。这个你就要问问你自己，我是不是没有尊耶稣为主？耶稣不是我的主，我的感觉是我的主。你看，其实你可以辅导你自己，我为什么总是担忧？我刚开始也会担忧，我每次担忧我就跟我自己说，我为什么担忧？因为我把我自己的感觉看得比神的话大，看见没有？我就会辅导我自己，我算什么东西啊？芸芸众生，人类历史这么几千年，多少人呢？我在这么多人当中，别说那些国家元首都算不了什么，何况我啥都不是，我算什么？如我死了，没有人能纪念我，知道我是谁。但是呢，如果我按照上帝的话去做，我弄得个乱七八糟，上帝的信实在哪？他很丢人。所以呢，我就告诉我自己，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我就告诉我自己，虽然我感觉羞愧，但是我不要相信我的感觉，我要相信上帝的话，只要我信靠他绝不至羞愧，我一定不会羞愧，只要我信靠他就行。所以我现在的任务就是信靠他。你看见没有？就是你就用神的话辅导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什么，就等于说你高举神的话，你把你自己的感觉扔到垃圾桶，一次扔不掉，两次扔，不停的扔，操练，反反复的扔，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就成了你的习惯。就这样，你说我刚开始，我操练了30年，你说我刚开始的话，我睡不着觉，我焦虑吗？我也会焦虑。我一焦虑，人家跟我说你会早死的，我刚开始也会想想，哎呀，那我会早死怎么办？我后来就想想圣经上怎么说，死了上天，那不挺好的？我为什么要操心早死呢？你看我到现在也没死的，活得挺好的，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教会也有姊妹他们说那个你要不要进行我们这边，然后有的心理咨询，
要不要那个什么的，也有姊妹，然后她搞心理咨询的工作室。对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你到我们辅导群看看，我们对心理学的批判，我们都有很多文章内容，我们就没时间在这儿跟你展开了，好不好？今天就到这。好，谢谢谢谢。今天就到，这个是我 screen share， 就是那个屏幕那个是我们的 Anima 的信息化布台，你们下载这个 Anima， 然后扫码进入。OK， 好，我们谢谢，今天就到这。好，今天就到这。好。